塞葡萄啦，吃葡萄塞葡萄。恁两个坐咧遐，我好啊，我快好啊，好啊。恁是咧分啥物？农，真农民力啊。好，好。玩长场内底阁真侪咧，是啊，啊个拢无时间，互人安尼耍，安尼行。对啊，即爱来，凊彩来透早都爱来行到尾。这比阿里山，甲阿里山差不多呢。阿里山嘛是有一个国小，啊嘛行袂完，行袂透。即位遮去，则有一个村康乐新顿，还阁有服务中心、咖啡屋，咱遮应该。我是觉得说，这个比阿里山还好诶。然后阁。咖啡屋啦，服务中心啦，够做侪，像导览的猪啦，啥物货，我就是无，嘿啦啊，咱就不爱做做侪人啊，咱不爱，但好好有闲闲啊欣赏这样的风景。哎，唔是猪啊？哎，迄个吗？啊是叫咱食咖啡。哎，哎哟，哎两个迄个按下去哦。咱搁安尼落去，也是按这落去。伊这指标要照顾我馆长场啊，啊，我欢喜咱来行行街，迄落再来食饭啊，嘛还点啊济啊。甲无去啊，行行啊，后界无，咱应该是无机会搁同齐。无机会，啊，他年纪也大了，以后个搁无法度行了，对吧？另外，我都无法度行。伊有一个指标吼，这你看，这有一个指标，遐个。咖啡屋啦，馆长场啦，他们无行到遐种较济个，阿妈都来遮遐就多好啊。中山堂不知道可不可以进去？环桥镇。怎么会这么香？好棒哦！这个如果能够在这个地方上班也不错，住在这里我也愿意。啊，真的是很神，哎呀，很好的地方哇！有椅子哎，那么多，这么多的椅子。然后这个木头，你这么艺术。我们来看这个。嗯。哇，那个刻成这个样子有虫哎！啊！哎呦，一轮一岁，一轮一岁，安尼几岁？是嘿，你看，你看几岁啊？哦，五百岁。咱都话无一百岁，伊五百岁。嗯。好大。厉害哦！用一个情侣坐，你看，好厉害！怎么会有这么艺术？我是石雕加木雕。哎呀，真的，我们中国的艺术哈，很有名。能够小蚂蚁的，能够这个虫不是这个树能够刻虫在这里，很不简单哎。那要花多少时间跟功夫？那椅子哇，哦，这样的椅子啊。奇怪，我真安尼无想要欣赏这，啊，刚刚会向一直去想一想，啊，拢无要好好欣赏。这么好的地方，啊，
希望我有能够活着生活在这里。哦，那个那个讲台，讲台也是这个呢。用啊，一个一个树木，你看这么这树木没有腐朽掉哎。哇，他是做一个人头啊。哎呦，系啊，足唔甘咩啊？嘿，讲讲起讲起来，还欠我未7万块。对啊，对啦，还未掉嘛，因个，咱本来说未七十万。对，迄个庙吼，我去问吼，有人要甲咱买，结果对无？迄庙哪讲？行。连这个厕所都是木头做的啊，然后人家的厕所都是臭臭的，他的厕所有木头的香味，很香，我喜欢闻木头的香味。有这个虫的声音，蝉蝉叫的声音，然后他们不知道到哪边了。南无阿弥陀佛，我来观察，看一下哈，参观一下古老的建设。这台我就经常看过。这台我定看过啊。那嘿，我唔知啊。叫做夏云啊。夏哦，你有你咧？系啦，你有做过这条啦？你看吧啦。啊，这车台。哪一台？这台车台。好好，啊，这台我定来看，唔知虾米。这台山椒鸡啊，这。哦，对，胖系胖说对啦。有较早，我刚钓有这台，所以我知啊。啊，这嘛车程啦，哦。这算车程哟。这款车程就是上高大的车程，爱飞大。嗯，这个一块在啊，放玻璃是只无嘛？哦，这。一。这捌看过啦，这工厂拢看过。对啊。哈，都安尼啊，安尼耍。这个狗，这个狗，都是花过去的啊。这个车头就这个骑落去。你捌花过一台就对啊。学生的时候有这啊。唔过你咪在林木机车上班。啊，林木机车学生就做这个，啊，这台计程。计程这我知啦，嘿我知。啊，这嘛得来快啊，这台，这我得来快啊，这拢得来快啊。这台无啊啦，这台冇看啊，这冇看啊。嘿，这我得，不卡在工地有啦。这刚才正买台，上高价的。这不是啥物广播类似的。唔是。还是这款型的。啊，这是夏云啊。伊拢吼，佮从旧的买回来，才做展览啦。嗯。这上高价的夏云啊，啊这加成啊，这上高价的加成啊。高价的。高价加成就是爱贵这贵多。啊，你来摘。啊，伊咧做呀。我来去接天气了。来，行，我给你摄。我先熬，后盖若够机会再过来。今麦在要靠看，后盖再转工来看较清。约落摆一个一天的时间。我予一天的时间都喊恁坐，较足无聊的啊，足少通坐啊。这无一天的时间，无法度坐啦。今麦在要看的。来，好啊，我给你。来，我好。木瓜，你来干木瓜去？嘿啊！啊无，你家己来去木瓜？你买个去无啦？嗯。你买个木瓜，你家己干木瓜去啦？紧嘞！来，我家己干木瓜去啦。还是有哪要陪你去无？免。家己干木瓜去就好，你坐咧就好啊，坐咧就一边就木瓜啊。对啊，吃完吃完。
是啥天？